Hello， 你好。好，你好。你这里开了多少年？30年哦。你是属于第几代的？第二代。这边有多少种炸料？10多种啊。最出名的是哪一款呢？啊，最出名的是香炸香蕉哦。我来，这白色香蕉糕很好吃哦，它外皮脆，里面很香香蕉味。Very good。耶，这个小点哦。OK， 好的，谢谢你。耶。Hello， 你好。哎，大家好啊，我是燕森啊，我是这边的新美香饼铺的第四代传人。Hello， 你这里有卖多少款饼呢？主要是两样比较主打的是香饼跟豆沙饼咯，剩下的是花生糖、压井糖，还有麦芽花生糖咯。啊，差不多是有5到6样的产品啦，是我们自己全部手工自己制作的。哎，老板，压井糖里面有没有用压井做？有没有用压井做？哎哟，不要玩嘞！老婆饼也是没有老婆吗？没有老婆吗？没有老婆吗？啊，压井糖是它的形状像压井，里面是包一个贡糖的，然后外面是芝麻麦芽糖，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结婚礼饼啦。哎，听讲你这里有一个漏风花生糖，为什么你还在卖呀？有一个漏风花生糖，为什么你还在卖呀？为什么你还在卖呀？其实这个不是漏风花生糖来的，它是比较软的花生糖啊，它是芝麻成分比较多，然后吃起来还会有一点漏风的感觉，然后它很特别，是因为它上面有一层腐竹皮啊，倒鸡皮啊，人家叫啊，所以它就整个程度上你咬下去还是一个比较软的花生糖。 Nice。 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名叫阿红，大家可以称我叫阿红。哎，每一天开，然后几点开到几点呢？我是每天早上6:15左右开到卖完为止，每个星期四休息。一句话，绝！烧一天烧多少字呢？一天烧看日子，如果有日子的话就会烧多一点，如果没有日子的话是一字，有时候2字，对，这样子卖。是每一天烧吗？啊，对。啊，对，每一天烧，对。OK， 好的，谢谢你。